我先点杨桐。导演组说要选杨桐的队长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门都基本上开了，让我觉得哇有点心花怒放，就是怎么是这种感觉。哇，我们组的风格是大概是表面看着很高冷，实际内心很火热，就很符合你现在的形象。我当时想先把杨桐选，因为杨桐属于人气线应该算最高的吧。我想说那先把我俩还认识，我想那先把杨桐拽走。杨桐我不用多说，你记得我们的杨桐。哎，就是不用想的，就是这是我内心一直想要的名单。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类型的歌曲啊，对吧？你本来是原创的，杨桐，我答应过让你跳舞变强的。杨桐，我们是年龄相近的人。我是第一次站出来，我第一个，按理说应该点田书晨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还先点你。然后如果你不跟我，田书晨就会生气。不好意思，那我就先带进去了。谢谢各位。第一次认识到 AJ 还有田书晨、华帝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他们当好兄弟、好朋友，然后我就目光基本上都在 AJ 身上了，然后就直奔 AJ 走去。麦克风都没关。